会冷吗？这里是山上哈，太寒。好，那个会寒人，伊感觉挡袂牢，伊去头前摕暖包，好，就暖包啦哈，一个办公室偷起来。好，啊，我今天要讲的是社会福利法。社会福利法根据台湾民政府台湾基本法啊，这个是设在社会局，这个社会局是在郡里面就有一个社会局啊，各个县市因为现在地方自治嘛，所以他这个是自己郡里面每一个因不同而设立哈，那是一个参考，那各方就是说你在哪一个郡里面，他要社会局要做到这样子，因为基础上都已经有一些，中华民国他现在也有做一点，哦，也做得不错。那好像是八节买票的嘛，哈，好，八节买票的啦，这样讲比较快。出生一个小孩子，有人出20000，啊，出生一个小孩子，有人出50000，哇，大家拢在画嘛，画修嘛，吼，啊，到底实行啊，什么款，咱唔知。也有一个一些排户条款嘛，哈。那先我自我介绍，我刘月英，我来自新竹，那我在竹北郡，当个郡守就是一个小县长了。那这个要经过考试，哦，所以有想拼一拼的人，新台湾论一定要买哦，哈，哦。把它背得滚瓜烂熟，好。日期一定要记，转折点一定要记，哈，哦。国际法，因为这里写的很多东西，新台湾论、万国公法跟哦战争法一起融合在一起，好，哦，啊，找出一条台湾人的出路。因为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那我不认识秘书长，可是我头一个我就是买了两本新台湾论，一本我就赶快拿回家，因为我娘家在高雄美浓，我是客家人。那这个我哥哥，我结婚过后40-50年了，透露出我的年龄了。40-50年，结果不成一通电话的，因为大男人主义嘛，哈，对不对，大哥？他家里有事情都是我嫂嫂，所以他看了这本，因为他是读法律，他看了这本书以后，不到3天，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台湾人真的要出头的话，真的就要靠这个秘书长的。写这本书的，我们一直摸索就可以走出来，所以他今天也在坚持，所以就足侪新闻经诶，因为他80几岁了，有高血压，有糖尿病，他退休了，他本来教书，好，哦，那所以我接着下来就讲说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既然有福利，福利要给谁？好，你们今天手上有一个公民权利法吧？有哈，这回家要看，回家一定要看。你在招家己的亲戚朋友，讲要身份证，啊，有什么福利？哈。公民跟国民是不一样的，大家谁手上有中华民国身份证的？啊，你拿起来读看看啊，因为我中文造诣可能，因为我以前我一直读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很清楚啊，可是大家是不是都没有感觉？其实国民是不能选举的，公民才可以选举耶，
因为我本来要移民，所以我拿的绿卡是不能选举的，那就是居留证嘛。没有办法选奥巴马当总统啊，就是国民啊，不是公民。那既然是不是公民，那就你不享有投票，不享有投票，因为你不在这里地方居住不够，时间不够。好，所以以后我们的国民也有哦。现在台湾民政府现在申请身份证，但是居留证 PTW 就是国民，他要居住六年以后，哦，你再来考试，宣誓台湾政府，我才可以把你当作公民。好，那公民就权利就不一样了哈，可以选举，可以被罢免，哦，所以中华民国一直你可以选举，可是不能罢免。他罢免门槛弄得很高，那什么意思？我们不知道。啊，罢免不能罢免啊，哪有那么好看的代志？哦，啊，咱一直被他骗到今天，很搞不懂。每一次动不动就是大法官解释。好，那台湾澎湖这六十几年，应该七十年了。今天我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儒家思想，因为这个儒家思想，我们来看一看哦。其实，哎，你靠管理啊，你娘，哦，我塔古啊，你比较好管理而已。可是他很歧视女人的。所以很多女孩子很奇怪，他们都一直看他们是《甄嬛传》呀，啊，很多女人抢一个男人有什么意思啊？对不对？他有一个啊，唯小人以女子难养啊，男尊女卑，这种婚姻关系啊，男人也是女人生出来的嘛，同意吗？各位，同意哈？我不是要挑起男女的战争哈，啊，重男轻女是很严重的，哦，尤其我家，我到五十几岁还搞不清楚我对几个阿妈生的呢，因为我阿公娶三个某，啊，真的搞不清楚。所以阿公死的时候，我老爸三岁而已，啊，你怎么照顾？就第三个母亲的嘛，哦，所以那个家庭的很乱啊，大母一人掌管的嘛，哦，所以我家从小有分到三分地哈，哦，是什么地你知道？烂头禅就排嘴大了一个高卡头没让他静止，没静止了。所以，一般在中华民国体制内，很多官员几乎都是男性，对不对？他定什么法律的时候，是不是都是要保障自己？那是有那种人的行为里面就是这样子，哦，对自己比较有利的。好，早期不是有保障名额吗？女人参政的话，所以我们要遵从，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丢掉，学习欧美两夫妻一对，一男一女，互相尊重，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，啊，你有合理无？有吧哈？现在男孩子要会煮饭呢，我家儿子会煮饭呢。为什么？他也疼老婆啊，应该的啊，我很高兴呢。啊，这可是我刚才我婆婆，啊，大概骂死哦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先生假如洗衣服的，他骂死了，哦。这个我们要改过来。那这样子，儿童教育
就要家庭教育从这边开始，我们要整个改观。好，那唯独教育，家庭教育的话是很重要一个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这里面谈的儿童福利才有意义。所以这个家庭教育呢，我们要怎样子学习哪一方的，我们现在都找，一直找。我觉得那个教育德国蛮不错的呢，尤其这几次网络上啦，吼，都有报道。德国教育是怎样？它四年而已，幼稚园是国家就满三岁，他就去幼稚园了，满六岁读小学，小学他四年而已，四年他就开始怎样？就是分基数、基础、基础工业，基数方面的65%，35%才走向学术研究。所以他的德国，讲到德国，我又讲到我们自己台湾，想到我们自己台湾，真的，我们这几年被统治哦，有够跟德国比起来，两个国家一样，是不是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，对不对？现在德国的国民所得多少？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他们东德跟西德合并的时候，柏林围墙倒下去的时候，德国的东德的国民所得，那时候我记得1万块美金，西德2万块美金。因为我曾经碰到一个德国人在台湾在科学园区工作，他告诉我那时候他们也很痛苦，因为西德的工作很多工作要让给东德的人去做，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往外跑。可是他们有那个基础的，他们基础就这样打下来。而且德国从小学幼稚园，从小学到大学博士都不用钱。各位，因为你是国民，你没有嘛哈？可是军公教有没有补助？有吧？好，啊，咱拢无嘛哈？你不觉得很厌气吗？为什么他们都有，我们都没有？因为我们是国民嘛。啊，那还骗我选举，岂不公？哦，我现在我不要激起那个仇恨呐、啊，也要恭喜他们快回家了。哎，恭喜他们呐、啊！毕竟他们心灵就好像我要移民美国，我一直想回来。为什么？毕竟台湾是我的根，一样，中国也是他们的根。他们要回去，恭喜他们。那社会局因为男女结婚，婚前可能要諮商，哦，透过諮商，你户政事务者登记之前，透过諮商，你了解男方是怎样啊，个别谈。啊，训练一些社工人员，幼保。所以我们昨天报名的时候，有一个幼保科，我记得有一位。是不是？好，幼保科，以后这些我们都要重视这些幼保科。为什么？因为幼稚园到小学，幼稚园三年可能都要麻烦这些一些人员。好，那在职训练，再怎样子，用社区的方式，啊，现在中华民国设立家庭教育中心，有一些有空档的一些，不管是职业妇女还是年轻人，都可以去上一些免费的课程。啊，负责婚前婚后心理諮商又教养的一些咨询单位跟专线，那现在这个专线也蛮多的哈，885啊哈，88有一个每一个家庭教育中心它设有专线呐、啊，都可以，因为婚姻有一些问题。家庭有一些问题，你要怎么跟小孩子聊天啊，你要怎么父子要怎样当朋友哦，他都可以给你一些建议。
所以尊重婚姻制度嘛，一夫一妻，当然那自然就是会产生子女嘛。那子女是有一个新名词哦，人口红利，谁知道这个名词？人口红利，因为经济上有一个经济上，假如你这个国家要成长的话，你人口红利一定要有。人口红利就是说，像今天日本人口红利就很不够了，为什么？他老年人占25%了，台湾也快20%了。老年人占总人口数，好，这样去算，所以中国更加惨，中国四个人，两个人要娶四个人，好，台湾现在目前可能，三个人可能养一个，养两个，好，三个人养两个，好，改天你哥叫你的孙，搁减一个，搁减一个，你都要无人娶。好、哦、啊，不是讲直接安尼饲哦，是讲国家你要纳税，要养一些老人家，啊，你要税负会很重，你会很累。所以，当然我们也要想到说，什么制度会比较好？哦、啊，小孩子我们的权利，父母的权利义务，一定有权利也有义务。那、啊、你全力把他生下来以后，啊，你要养育到他几时啊？美国现在目前是18岁，在贝尔的歪插你了啊！哦，啊，你多打台啊嘛，有的也是会学生贷款啊，有的会去打工啊，哦，啊，他们就会自立自强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制度这个制度也不错，啊、哦，啊，他们也很重视家庭观念啊。啊，有的人讲啊，无人情味啦。啊，老的时阵哦，为嫁因到断两工啊，搁啊交本钱。好、哦，美国是有这个状况了哈。阿、哦、乔，啊、你是有一个很有规划的人，其实到了年老的时候，其实你的钱可能会比你儿子更有。为什么？你不用缴税了。有一些国家到65岁都不用缴税，不管你赚多少钱，不用缴税哦。啊，连牌照都没有。我现在不敢讲这样子了哈。啊，那就是一种家庭的教育，会跟社区互那更深的互动。那互动，它有一个，我们要有一个观念。咱台湾人哦，讲隐隐怕阴呐，佚佗。哦，有哦，有这个光环嘛，哈。所以我们很多人，尤其走不过去的时候，带着小孩子自杀，那你要不得。你不要把自己的小孩子当作你个人的财产，这个观念绝对要。很多人是啊、中国有一个思想，我也觉得这个思想也很不好。为什么？有一句话。不孝有三，啊，无后为大，谁说一定要后？可是现在既然很多人要生哦，真的生不出来，那是有原因的。我告诉各位，因为为什么我们把鸡改的同时吃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美国很聪明呢。他的面麦没有鸡改哦，可是他玉米黄豆都是鸡改。讲到鸡改，我年纪大的人就比较知道，鸡改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鸡改它就是把它基因改造以后呢，这个黄豆生产量可能会提高，它都有科学证据的。为什么会提高？主要就是虫不吃。为什么虫不吃？主要虫吃了以后，我不熬呆。哎，你没有感觉现在年轻人很多都在吃鸡改的东西？所以那个鸡改的东西是不能吃的，
麦当劳那哦，可能也不能讲了哈、哦。一些那个鸡哈、哦，哎，长出来，以前我们有养过鸡嘛，那毛胎毛不是要脱落吗？又长出毛，啊，长出毛以后又一直长，长到好几，甚至半年、七个月、八个月才杀吗？哎，不是哎，现在鸡哈、哦，因为我朋友在养，哎，那个胎毛都还没有脱光哎，哎，要宰了嘞。哎，骨头骨肉呢？真的、啊，那个毛都还没有掉哎、欸，胎毛还没有掉，它就要杀了。为什么？很大只啦、啊，生长激素嘛。所以这个东西真的，尤其是小朋友，因为那几天在科学园区台积电那游泳池里面，就碰到一个妈妈就在讲说，她小孩子八岁。他突然看发现他女儿哈，怎么奶那么大？他赶快带他去医生啊！我说：“那你小朋友吃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小又胖胖的哈、哦，有型呢、啊，奶有型的、哦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你给他吃什么？没有，他很喜欢吃麦当劳啊。欸”哎、欸、哎，懂哎懂哎，一直没在过我家，过我家，为什么？他说会来月经，一来月经，这个小孩子成长就迟缓。吃完怎样啊？都被抓了啦，被国管了，啊死哦！他赶快禁止，后来慢慢好起来，所以他才发现说他在网络上飙骂，不知道是不知道，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小孩的。教养有时候真的，有时候其实也可以抱养。我们台湾现在儿童，有时候你们看看新闻了、哦，儿童福利联盟嘛，他说有3000个小朋友怎样怎样。其实他这个假如夫妻假如真的几年以后没生的话，真的我建议去认养一个小朋友，不管他长得怎样子，哦，发挥我们的爱心啊，那一万发挥。那也是你的以后的好朋友啊，好、哦，其实不要怕说哦，一大汉呢，一定老爸，不要去考，不要去想那个，因为我们很多发现是说，国外很多认养小孩子，哎，入状况的他越喜欢，他为什么？他也是他个人的挑战，一方面也是说少一个破碎的家庭。都安尼，大家互相体恤哈，啊，感情呐，不要紧啦。啊，以后他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啊。其实你照顾他，你老了他也会照顾你呀、啊。要爱，要所以，我们不要用孝顺的方式，要用爱。我们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父子、母子、母女，用爱的方式。才能够改变我们现在所有的社会问题。那假如说小孩子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公权力一定要介入啊、哦！哦，社会局那公权力一定要介入，做通盘的哈、哦。那这里我这里有写一些，现在有长期照护的，那是老人家的哈。哦伴侣权益就是说有一个妇女薪资里面她有一个设有一个伴侣权益，就是说你的两夫妻结婚，有的经济女孩子经济比较好，男孩子经济没有不好、不是比较差，那有时候男孩子会比较自卑吧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自卑心理没有必要，不必要，因为每一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，啊，他的学习能力也不一样。那当然，你假如要择为娶老婆或嫁丈夫，个人自己要去好好的选择，爱算点啦，好，因为以前
我听差不多十几年，一二十年前吧，我听一个医学报道，英国的，他说 男女之间结婚哈，女孩子，小孩子智慧是像母亲，气质是像父亲，哦，那这一方面就是说，所以有的人因为，因为我家庭比较特殊啊，我小孩子都比较像我了，哦，我也不可厚非，因为我小时候就过目不忘，我老大也一样，所以我三个小孩子，我从来三个我都不曾给他们补习，可是我三个小孩子，有两个博士，一个硕士，一个三个小孩都是清大交大的，哦，所以我不曾管他们，为什么？小孩子自己要去思考。我小孩子小学四年级，我尤其我女儿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：你只要不读书哦，国中毕业认识字就好了。你刚丢这样给，你上班一万块，我得赚两万。哎，枕头一直省嘞，妈妈怎么说你？我赚一万块，你赚两万块。我说对啊，你去读书的话，我要一万块给你生活费跟读书费用啊，还有书籍费啊，一个月一万块差不多啊。啊，你告诉你不要读书，啊，你赚一万回来，啊，我减一万，啊，就赚两万。啊，你对吗？哈，哦，他，哦，我也带他去看你不想读书可以啊，你要去养牛也可以啊。我朋友刚好有库养那个养。牛，每天都光全的去跟他家那个，牧场乳牛，一天也一万多块啊，不错哎，他三十头吧，三十头母牛啊，生下来一头乳牛十万块，啊，我说我投资一百万，十只给你开始养，你自己去租一个场地啊，养草，养这些牛也不错啊。也算是很辛苦的，我那天就叫他们去怎么养牛，怎么拿牧草 给牛吃啊，去翻啊，去动啊，哇，很高兴很高兴，到后来出来 回家路上，我说哎，你国中毕业就好了，哦，就养牛，哦，我不要妈妈，我不要，他很累很臭，所以这个教育就是说，每一个小孩子是不一样的，哦啊，也他们自己去取舍啦，啊，只是我都会给他们建议而已，哦，啊，那个家暴防治法，它是一个比较，因为有一些人哈，尤其经济上也会有碰到状况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去打老婆啦，或者打老公的也都有吧，哈，我不敢讲说都打老婆了，女人也有时候也很凶悍，好，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通报，尤其有小孩子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子惊恐是很可怕的。社会局十二个小时内一定要介入，建立口单，哈，那当然就是。有受伤的话，安抚啦，就医，安置可能有立即行为，立即的危险性，而且施暴者当然精神状况转介处理，这都是我们民政府那个有黑熊军团嘛，那法律上的资助，分级给他分级，后续要怎么处理？小孩子是要分出寄养，哦，那个美国实现的很好，大家有看一些影片的话，啊，社会局介入是很立即的，哦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也很怕他们把财产弄走，他可以信托的，哦，心理复健中途之家，这个中途之家现在国小国中也都有。现在有通报，可是都
一般都没有去处理啊。小孩子三天没上课，就要通报了、哦。啊，现在学校是有设辅导单位，啊，这个要怎样子处理？因为现在后续我没有去了解哈、哦。寄养家庭现在是有，寄养家庭就是说小孩子还小啊，这个家庭状况很就不好，有的父亲吸毒去坐牢还什么的，小孩子很小，啊，是不是要设寄养家庭？寄养家庭事先都已经有整理过了，就是说夫妻家庭正常，都有一些宽裕的地方，经济上也都可以，教育上也都可以。那托他寄养的话，家扶中心有托出来的话说都15000给小孩子，给这个家庭，你帮我养这个小孩啊。现在家扶中心有做这一些啊、哦、好。那为什么会有财产信托？就是怕为有钱的人，有很多有钱的人，他小孩子生一生有的也不管的也有啊、哦、那要责成他，这小孩子到他成年18岁，你要付出多少财产？怕他把财产都移掉了，不给小孩，那都要强制财产信托。那接下来就是说生产的部分了。生产，美国现在是食物补贴，啊，现在也有你要领现金也可以哈、哦。奶粉以前是奶粉，像我孙子在美国，哎，你今天在医院生，第二天他就奶粉就给你了，一个月份就给你了，生出来就会给你了哈、哦。那尿布现金或他有折一些现金会给你。那怀孕初期就是有怀孕证明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。现在很多小孩子生出来都蛮多有问题了，因为他基因改革的东西吃那么多，小孩子以前50年前没有生产的，没有这些疾病的，现在都有嘛？好，什么镜头龙五，什么蛮多啊，除非以前有一个。麻痹症以外，比较头痛以外，现在更多头痛的东西，蛮多疾病的啦。我这熊熊我嘛，应该有一些东西，有的头很大，对，很多，哦，有的是像那个一个面包公司也是给一些小朋友基本的动作，他会做。哦，啊，否则很多都丢在哪里？残障生，老的也丢那一边，小孩子也丢那一边，蛮多残障。桃园有一个地方啊，哈、哦，他这个怀孕初期就是要医生那边就要给营养手册，这营养手册我在写，还没有完成哦。营养手册啊，给营养补充品。那你要让怀孕的话，你喜欢吃啥，你就吃啥。因为哈、哦，怀孕了、哦，它会反映到你的对食物的苛求。曾经印度一个怀孕妇女竟然一直吃土啊，土泥土拿起来吃，为什么？有缺钙了，土也有钙，哦。所以你看，我建议菠菜啊，从根吃到尾。菠菜根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吃？你有吃啊？很多人没吃啊。其实菠菜根很有营养哦，哦，很多水果的皮也很有营养，不要削掉哦。啊，鼓励，真的，我鼓励喂母乳啦。啊，可是因为基因的关系哦，现在很多女孩子。妇女根本没有奶，哎，我女儿就是啊，生两个小孩子都没有奶啊。假如今天你是动物的话，是不是饿死啊？
耽误你学习咯，学习咯，因为无恁好，你会惊吃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很有问题的。现在这个机改在台湾很严重啊，所以以后要限制配方奶的广告。那育婴假的设施，因为一般我是，因为我现在这个也是遵照美国，因为你生产假的话就是三个月都有给薪啊，三个月后他就是这样，他要照顾他的小朋友。问题是说他要可能要上个啊、哦，因为为什么说？最好父母亲有一个人去陪同小孩子到三岁满三岁截止，因为一个小孩子的行为啊，这是有根据的哈，人类行为学啊，一个小孩子从零岁到三岁，他的学习是最高的时候，所以曾经大家大概有看到报道，也是最近的事，一个小孩子从小就跟关在那个房子底下，因为他的房子是高的，底下就是有一些养一些动物，养一些鸡嘛。啊，那个小孩子丢在那里跟鸡在一起，结果他学的，长大去，他不会走路啊，不会走路，而且讲话就是鸡叫，没讲话啦。大概你看 Discovery， 大概有看 我看过，因为那个行为就是你不嘎嘎，伊学迄龟的，好啊，咕咕咕咕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，小孩子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有根据的哈，所以母亲最好三岁，小孩子三岁至少最好你再亲身照顾，立马卡怎样也够行，你要教。哦，重复的教，哦，这个当然就是说三年，因为美国是这样子啊、哦，生产过后满三个月后，他开始要工作半天，半天，那全薪，哦，那公务部门的就好处理。哦，满三岁以后，那小孩子你要再照顾的话也可以，那你要全天班，那全天班，那你小孩子要托儿所的话 OK， 因为现在国小国中现在很多学校都是空置、哦、教室都空置着，因为什么，现在生少嘛，喜旧嘛、哦、你要公社民营也可以，可是那个地方就是要出租出来，好，公务部门就学校你要腾出来，好，那政府来做啊，一个教室可以几个幼保员在里面啊，两个人带一个人，或者两个小朋友一个人，或者几个小朋友一个人，临时托的也可以过去哈，临时托临托的。因为他在家上班四个小时，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电脑为主嘛，你可以在家里上班，一面看小孩子啊。可是在家这个四个小时工作，你最好也带叫一个幼保员过来帮你，什么？你这个时薪你自己要付了啊，也可以社区支援啊，叫你的爸爸妈妈也可以过来。忙带，好、哦，啊、你付他钱，这样子母亲也不会累嘛，只有四个小时嘛。啊，假如你要去公司的话也 OK， 好、哦，那你叫你母亲、父亲来帮你带，或者一些朋友、叔叔、阿姨的。啊，那个企业呢？在现场有谁开公司的？举手一下。那假如是一样，跟公务部门是一样，可是他的薪水以后是
这个两年九个月嘛，哦，可是这个孕假两年九个月不一定要你训哦。假如你某薪水较悬啊，哦，啊你薪水较低，啊你讲啊，无你去上班，我就雇因啊，也可以啊。有很多男生也很喜欢小朋友嘛，哦，喜欢带小朋友嘛，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男性哈，哦。啊，这多项多支出的半薪呢，累积起来列可以扣抵税额，就好像鼓励你捐款的意思，扣抵税额。上次有一个开公司的，他说 OK， 这个 OK， 哦，那我们就以后就好讲嘛，好，哦，以后就好宣布嘛，扣抵税额了。那妇女的一个长期照顾可能要跟男性也 一并谈哦。这个长期照顾是蛮累的，要分分，你可以行动跟不可以行动。可以行动的话，现在很多大学招生都不足，以后这个学校可以容纳多少多少人啊？慢慢假如说他很多学校现在都很多要打算关了，也要卖了，哦，明星科大也在卖，各位 有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，哦，做部落卡，哦，明星科大要卖，哎，民传已经卖掉了，民传已经跑了，跑去金门了，平潭岛，民传卖了啦，不用看了，因为 我知道所以以前那些学校都是中国人，好，这样就知道了。中资都是中资啊。社区大学你设置一个终身学习营，现在美国也在做，他也很头痛，因为真的招生都不足。终身学习营，啊，当然要支持的话，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家庭教育中心来师资，他们本身就有师资嘛，那你要走养生这一块，哦，走比较健康的教育。那社区也有可以 互相支持、哦，尤其那个不动的，甚至现在有用车子去载，有不是有一种车子，它可以电动的，可以你轮椅也可以进去嘛？哎，残障的，它可以去一个社区活动中心，它一天以后啊你，他会给你载回家，你下班之前，他就把你父母亲送回家了。哦，你也可以很放心的工作啊，这个是社区资源。那现在这个也都有在做。哦，这有在这，因为我曾经在那里当志工，哦，老人成长营上课啊，哦，教他们扭动啊，做一些比较他能够行动的东西，让他同载，就是说同学啊，哦，不管男女啊，就在社区里面就一些活动，好，为什么不会一天到晚都面对是墙壁？那中餐也会有一些企业捐助嘛，啊，其实以后台湾民政府做的话不用了，这个民政府以后只要你是有台湾人身份证的，以后65岁一定800块美金嘛，啊，这个部分就是减轻年轻人很多很多啊，少年人你说是不是啊，减轻很多吧，我们平常要拿给父母800块美金，没几个人吧？不多啊，一个月啊，800块是基本的，哈，哦，这样，欸，大家高兴不高兴啊？对吧？哈，哦，800块呢？欸，我来民政，我没有说要当什么官呢，我说我有800块，我要，哎，请岁岁游山玩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公民呢，对吧？
不是国民，你爱伊三千块，国爱排富，我都无了啊！哦，所以这个资源现在很足够，不用怕。学校很多空了哦，高雄有一个学校不是去年就关吗？没有招生啊，你会常常碰到这个啊。可是，一些基础教育的，像新竹高工啊，什么一些现在反而招生的会比较好。为什么？他是餐饮业嘛，旅馆学校嘛。你像高雄旅馆学校，哎，分数很高哎。哦，日本也很奇，日本现在有钱人送小孩子去哪里念书，你们知道吗？去法国、去瑞士学那个餐饮学校。美国餐饮学校不是什么餐饮学校，因为餐饮学校它是半工半读的啊，你要那个他有跟建教合作嘛，跟几个像现在餐饮学校高雄餐饮学校跟福华嘛，跟一些老爷酒店嘛，哦，你们也跟他一些学习那个实习生嘛，所以因家现在餐饮学校越来越多的人会走这一块，所以以后那你们给他讲，那你依然不吃的，其实他只要不干坏事哦，什么都可以干啊。以后的我们的土地，假如是说老年人不种的话，年轻人合资来种，哦，政府出面啊，恁囝无爱回来，啊无，恁囝有另外头路啊，啊，你的土地租出来，啊，你顺续做顾问，教少年安那种菜，教少年安那布田，对吧？啊，鼓励因啊，即卖少年人去种田，哦，那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哦。为什么？高雄有一个高速那边有一个，毛豆。他专门销日本，因为我有一次去日本的时候，那个餐厅老板拿一盘那个毛豆，我爸扣嘞，日币没几根啊。他说：“你知道你这个是哪里来的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说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是台湾来的，还五百块。”我傻傻的，安尼悄悄的讲五百块。所以，我们以后台湾。真的认真起，因为 我相信我们民政府很多人才哈，大家都是人才，集思广益，用团队的方式把民政府带向让小孩子看起来有一定有希望，哦，有希望啦，他哪有希望啊？来，接下来讲。未成年怀孕，未成年怀孕现在是在学校通报，他们都是国中、高中。啊，这个比较棘手，可是他现在有个关怀之家，哦，一样，他有一个安置待产，像是因为学校通报给社会局嘛，那咨询、辅导、收养，哦。找一些善心人士，或者说他需要小孩子来收养，哦，那当然要法律协助啦，有些问题。那这些现在家庭中心他们那边有社会局以后要设一些专线，哦，885专线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，啊，生命线上是另外一个，哦，张老师也有嘛，哦，心理諮商有些问题的时候。那托育制度啊，托育制度刚才我稍微有讲了一下，就是现在学校很多国小空间教室嘛，啊，因为我隔壁就是也祖宗国小，他就是教室很空出来很多咯，以前五六班啊，一年级，现在剩三班，啊，三班一班剩20几个呢，以前40-50个呢，好恐怖哦，没几年而已，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十几班，有没有同年级男生女生合起来十几班？读初中的时候，我是读初中的啦，十几班呢，现在我跟你讲，
五六班而已啦，啊，一班三十几个啦，哦，啊，这个都有地方好处理哦，所以托育就是，你假如要去私部门，那我补助你多少？好，哦，公社私部门也可以走这方面的哦，啊，当然，学校的教室要怎样子，公家出钱来建设，就是说小孩跌倒也不会受伤啦，哈，一些玩具啊，哈，这个都有一些专业的在处理哈。那可是这个托育这个资金呢，要从教育部门跟卫生部门哈。那业主呢？那才鼓励的方式一样，抵税。哦，你假如工厂没有办法的话，你也可以跟政府承租学校教室啊，承租。啊，你的员工的小孩子可以托育。哦，啊，有假如自己有社的话，啊，自己也社，当然。你这些都可以用税来抵账啊。很重要一点就是说，这点我可能会讲比较多一点哦。有一些怀了孕，那家庭经济可能不是很好啊，当然医生那边也通报了家庭的状况，那可能这个小孩子可能生出以后可能会生活可能会有一些问题。那在英国在日本都采补贴政策啊，哦，有小孩子的时候补贴政策就是小孩子的生活费补贴比。那你经济我要辅导你就业啊，哦，父亲有的单亲嘛，也有因病因意外死亡哈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大家要记得哈，这都要通报，隔壁邻居啊，啊，哦，亲友啊，这方面都要通报，啊，儿童的生活津贴每周发放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，有离婚啊、分居啊、有伤病的都要注意。这个在医院也都会有通报了，医院通报有没有？不是低收入户补助吗？一样的道理，这个也是低收入补助。我们补助对象是小孩子的生活费用，哦，你大人爱卡过来八边，哦，我会让你无后顾之忧。可是小孩子暂时这个托育中间。时间啊，就是说从育婴到托婴都会社会局都会帮忙处理，哦，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要那个介入，哦，没有介入有的人吸出来有，哦，那天不是在哪里，在士林那边车站那边捷运那边不是发生一个小孩子还死亡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那假如有通报这个，怀孕之初就要知道了，就不会有这种状况。一怀孕就是医院就要通报这个家庭是怎样子，哦，就不会有小孩子哦，但那门口哦，什么但那病院门口嘛是足多嘛哈，啊。洗洗也坑哎，本因伊都酸了啊！为什么他有苦，他有难处啦，啊？我们要了解，他一定有难处，我们一定要介入哦，亲友啊什么的，但一定要介入，一定要介入去了解。啊，讲到这里，我也多讲了一点那个，现在不是有很多游民吗？这个游民就是哦。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失智，现在失智也蛮严重的，失踪，家庭已经报失踪，可是他可能
临时的失智以后，哎，现在台湾失智人口大概20万，这是有经过统计的。胖起啦，哎，我嘛就烦恼呢，买一天行行这条路，啊，你们有看过一个日本的影片，那个什么《明日的记忆》，一个公司，一个中介的那个老板卖房子，他说那条路他往往走了40-50年，竟然有一天突然要回去开会，哎，忘记回家的路，哎，回公司的路就慢慢的消失。所以这个家庭会造成一些老年找不回来啊。可是最近不是有一些花莲什么一个警察吗，用 DNA 方式去找到他的，甚至有的人说已经6-7年或几年了才找到。你用相片没有用，用 DNA。 DNA 的话，其实 DNA 现在检验 DNA 的话已经嘛计小有较上，较早爱2-3万块，现在10000块马街就可以了。所以很多人讲说我们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，用 DNA 就可以了，哦，因为马街医院那个林玛丽医师，他就博士，他就有验台湾人，好几个人都他验过，像李元哲博士他也验过，我们的身上的 DNA 2%不到是中国血统，可是更多越南、菲律宾、高沙。所以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平埔族人，哦，平埔族人手上都有一些痕迹啊，连以前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不知道，哎，哦，自己手上看看是不是平埔族，那大家看一下，哦，安尼讲安尼，都弯弯几分呐，啊，有的2-3分咯，哦，像我哥哥都3分了，我个2分，哦，平埔族，哦，所以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，我说你是台湾人，我也是中国人呐，啊，他死哦，单子要不要给他？不知道，所以这个哈，我们在宣传的时候，真的，我们要可能要反过来讲，反过来讲，咱确实是台湾人，啊，要安怎讲恢复你的身份？很简单。你是台湾人，可是你的证件并没有台湾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表示你要中国吗？他们要同意咯，你要回去中国吗？我也说恭喜你啊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不要，我哪回去？我跟行文件啊，哦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兴奋。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亲戚朋友啊都讲，我即马归属吼，即马有，哎，你是台湾人、中国人，伊讲伊中国人，我都爱甲讲，不要跟他讲，没有用，死脑筋。接下来，各位有什么意见？有什么社会福利法的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供出来，哎，大概集思广益啦。我去喝口水好吗？你的权利耶，对啊，傅幼华不是你的权利吗？对啊，
来提意见啊。我是没有了，我因为那是我儿子的事情了，我爱代志了。来，笑脸呢？哎，那两个卿卿我我的、啊，哎，那很好啊。提意见吧。好，好，对，讲没关系。我知道。哦，差不多了，知道，我知道你意思了。其实，民国讲民国了哈，哎，他61年的时候，我在一个贸易公司，我是半工半读读书的，贸易公司工作，那是科威特，跟我们公司买东西。你知道科威特是一个产油国家哈，他每一户，你只要男女结婚。一栋房子给你，是真的，因为他是国王，有国王的，你可以去网络上查一下。啊，一栋房子生一个小孩子20000块美金，那时候很大很大了，那时候我们是40块的，对吧？民国60年差不多40块吧，哈，啊20000块，生一个小孩子20000块，读书从幼稚园到大学年级，你出国我还给你出国。其实只要你是公民，本来国家你有缴税的义务，可是国政府也有保护你的义务。所以我讲这个补贴政策是就是这样，现阶段就有蛮多，因为我就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救急不救穷。为什么？我会帮你拉起来，甚至你要做生意，我可以贷款给你，对吧？我可以贷款给你。我刚才有讲一些很多很好的观念了、哦。以后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贸易地区，我都已经有感觉到了。为什么？我媳妇在华南银行，我朋友的就郡守，新竹郡守郭伯学，他老婆在台湾银行，他们最近都在考
外汇证照。其实外汇证照我已经考过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，你只要你有能力，我们不会让你没有工作，因为那款的东西中华民国制度要保护你，他保护他自己。讲林医师就好了，我说没事情。讲李朝清好了，没事情。赖树没事情。你说哪有可能，哦，报到这样，没事情了。怎样？分赃均匀。他不会照顾你的。一年身份证后面就有好数字啊，不会照顾你。所以他所有尽所有资源，军公教，18%，铁板一块，铁板一块，谁敢碰？马英九上来哦，改革划给了，划列票了，划中间选民的票了。啊，他们18%的哈，只要有选举哈，他们账户会都是一笔钱呢。你们可以去问。所以你看俄罗斯目前呢，普丁对他人民很好，他的声望70%，为什么？他们一个人每个人有18坪，两个夫妻36坪，拍摄你大国家夸，所以你家己爱买很多食物，国家提供的。金门也是啊，金门你有分吗？没有呢，很多人建议我去金门呢。为什么？65岁老年津贴15000，还有沙戒，不管是讲，今仔日6000块签名，就给你啦。有我朋友全部都回去了，马祖也一样啊。为什么？因的人啊。那你是野人，所以我们是国民，他们是他们的公民，安尼清楚哦，清楚哈。所以，像以后你不在民政府，我也可以建议你们做生意，你都可以进过来找我，我都很多生意给你做。为什么？在美国买一台 Camry。2000cc 的35万新台币啊，经销商他有赚呢。美国日本车子原装进口到美国跟来台湾哪一个比较近？台湾。我跟你讲，我车子在运送过来之间，我就卖掉了。我要仓储吗？不用啊，下来你有订一台对不对？我网络上钱会进来，车子在码头几号码头，你自己去签吧。35万天啊，你要跟那些经销商买100多万吗？啊，我们很有机会。你想得到我网络上最近就很多人传给我东西了。所以进来民政府换好你的身份证，申请好你的存世，我跟你讲，绝对让你翻身。我们后代有希望。现在少年人都没头咯，很简单咯。我你有钱嘛吼，你都你发大咯，卖嘴啦，大家少年呢，3-4个年轻人合资弄一个高科技的，1500万，你也。土地租赁，你要好过啊，也是合伙。你土现在不行，对不对？你都用化肥嘛？我去日本进一些那个，不是火山爆发吗？夏威夷火山爆发，我一堆几吨搞温灯来，全部翻土，全部很肥耶，1000多度在烧的东西很肥耶，钙质很充足，是啊。现在台湾种姜，价钱很好台北价钱很好，150南部多少钱你知道吗？那几天我去南部35块，就是
欸，中间谁赚去了？告诉各位，王清平的亲家五十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有想把台湾的水果卖日本了，我们拿不到证照啊。为什么？把持啊！然后我朋友就种一些凤梨世家在田中啊，种一甲多啊，叫我卖去日本啊。我日本很多朋友啊，他就是要防疫处盖一个章而已啦，他就把他瞪给我啦。啊，那两边拢讲好哦。啊，防疫处啊，就是说你这个出去没有其他的防那个害虫去到日本，只要盖那个章而已。你都不会瞪我你啊，鼎新为什么那么努力在中国卖水果摘了哈？所以没有这些，好，下课咯。好，没有这些，没有摄影了吗？哈，剩下还三分钟 OK 结束。哦，8:20哦，8:30哦，我以为8:10，哦，抱歉，好来。所以现在你说怎么年轻人会没有机会呢？因为机会他们都拿，那你罢料啊。所以那天我在高雄喝一个同样的一个椰子汁嘛，冲一罐。很重呀，30块，长寿的啉滴滴当，讲80块，差足多的呢。为什么？中间水赚掉了，各位。所以我们做产人辛苦，可是价钱不好，根本都了钱了工，赚一个健康尔，啊，自我安慰啊。干不是？你问南部的辛苦人、农夫，他们都这么说。有时候下雨、刮风，规个挂挂无人要挃啊，2块，不如累累做肥料，干不是安尼？为什么伤农啊？那都是我们的同胞啊。他下次。敢不敢再种？还是要种啊！啊，田就在那里啊，他又不想放，让他放啊。咱台湾都是这点好处，因为咱台湾足侪老足侪种，所以没有机改。我们黄豆很多没机改，哦，我们台湾很多玉米，我讲的玉米是那个白玉米哈，它没机改。哦，你们吃玉米最好吃白玉米。糯米、玉米，它没机改，啊，黄玉米一定有机改，哦，机改的东西不要吃。一样，我们现在吃蛋，蛋为什么会有一些失智症？失智症、阿兹默症几乎都是建构脑部的一个卵磷脂。卵磷脂什么东西有？鸡蛋里面最多，可是这个鸡蛋一定要。和鸡刚爬过有胚胎的鸡蛋，可是各位，我们吃的鸡蛋有没有胚胎？有吃到的举手。鸡刚爬鸡要很自然放养的，有鸡刚爬过鸡蛋有胚胎的，吃卵磷脂才多。一样的道理，所以我们吃鸡改的东西难。生它的精虫会减少，女生卵子也会减少，减少也是减少怎样？有的是减少次数，有的是减少期间。所以我很多朋友38岁就更年期呀，啊，为什么？我老有48岁个时间呢，一杀。38岁都更年期呢，安尼听有无？所以这个很严重，很严重，各位
不知道吗？所以很多不自然东西不要吃，尽量少吃，哦，尽量少吃。你看葡萄，进口一堆的没有葡萄籽，那都机改，啊、哦，台湾很多有葡萄籽，尽量吃台湾的吧。没有籽的少吃它，像那芒果金黄，它还没有籽啊。金黄是扁扁的吗？显得它肉比较多嘛，果肉比较多嘛。可是土芒果，哎，它的籽那么大，它可以长出后代啊，长出后代，这样听有吗？会发芽，所以我们尽量吃还没有变过的东西，就是稻米啊，啊，至少你也吃胚芽，胚芽米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有胚芽的话，它就有后代，有后代就有卵磷脂，这样。所以以前哪有什么失智症？有吗？五十年前你阿公阿嬷有没有失智？很少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要体会了，体会说我们这块土地真的，以后我们山上要来怎样？因为我有一次，去年吧，还前年，走一趟离山，哦，那山上都是光秃秃的，这个是不正常的。扎板的帮，那个扎板的帮，为什么？它硬化，你化肥用太多的话，它硬化。泥土硬化，它没有其他的支撑，很快崩下来，足紧的，那很恐怖。土六十就很，土十六了，就会很恐怖。哦，那以后，尤其亲近农场嘛，附近几乎都是他们国民党的事业嘛，不是吗？他们种高丽菜嘛，啊，那大违建了。还有什么意见？这都是我们后代的希望哦。哎，笑脸呢？真的，以后生的小孩子自己带，起码三岁之前哦，自己带，自己带好处很多。真的，我小孩子都是三岁，都是大部分都自己带了，哦。所以以前的制度，男孩子赚钱啊，女孩子在家带小孩。现在日本也很多这样子，因为他们钱够让支撑一个家庭。可是现在的养活自己带有点问题，是不是？现在年轻人，这里有年轻人，最年轻的上班了吗？还没上班，有人上班的，现在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好像比较不客气啦。现在都在30K 嘛，吼，是不是？嘿，30K 嘛，吼，所以要怎么养家活口？而且现在很多物价都一直，哎，摩托车现在买一台要多少钱？等于你新台币已经在贬值啊。大家没有感觉吗？已经在贬了，哦，已经在贬了，人民币这几天也在贬了，所以我去年的估计就没错，秘书长也在估计啊，过年后人民币一定贬，我跟你讲，新台币贬得更快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新台币印什么东西？啊，各位身上有新台币，拿出来看一下，念一下。所以那个币纸不能用。我问你，以后我们台湾人拿有身份证人，以后用不管美金还是正台币，另外印已经印好了，在 stand by 了，各位都印好了，在 stand by 了。我问你，那新台币中国也不能用，因为这个新台币是美国在承认，在这个地区在使用，
有一段时间中国有在使用，那是违法，违国际法的。所以我朋友以前他说很好用啊，可是去年十月他去中国一趟，说现在都不能用。还有身上有一些新台币，想去中国信托，在福建省，中国信托在福建省，台湾的中国信托去福建省去换人民币要用，较早要换给伊，现在不要换给伊，就表示你的新台币不能在那边用了。所以金门马祖可以用吗？也不能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管理是要放火烧，放到最老七卡钟，又在领导的代志。那要滑溜滑梯吗？啊，贷款呀？哎，你能借再借，你能借再借。嗯，换美金。好了。还有吗？报税哦，到时候我不知道哎。有贷款的，像我女儿够个久。嘿，这个好问题，重点的。你说的我没有说。我因为你要盘算一下那个利息，自己要盘算一下。这个期间，我们民政府接证券报启事，一知道绝对现在比较的溜滑梯，那是国外的投资公司告诉我的。当然我们自己台湾人有身份证的人，我们有多少好换？我想是有一定的额度。那额度多少，你那个现金保留就好，其他的你就换其他币值，千万不要去换人民币，因为台湾现在有3000多亿的人民币，那是中国人在用，他们在很早前年就在鼓励他们买人民币存银行，给银行 4% 利息，给普通你要去买人民币 3% 利息给你。可是这两天一贬，贬6%就好，你就没钱赚，亏了。这样懂吗？外汇，我念外汇的就亏了啦。那趴利了亏2%啦，不对吗？对不对？简单了。那你拥有新台币的人，你不要认为说不可能发生哈，俄罗斯。去年表现得很不错啊，溜滑梯耶，股市也好快，有没有看到箭头？油也一样啊，为什么？国际情势瞬息万变，家己要掌握，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跟他讲不能太多说哈，讲太多明天大家去挤兑要死了，不可以啊！点点啊嘴，对啊，中华邮政也不要放，因为他投资中国，因为现在为什么人民币会贬值，主要是国企欠钱，欠很多，债务显现出来，他所以要挤债。挤在它的利率就上升，一上升很多热钱就放空，索罗斯就这样放空的，索罗斯很大吧，动不动资金好几千亿耶美金耶，放空没有一个人受得了，有高价你有多余的就卖掉，对，那是前年的事情的啦，你现在太慢知道了，真的，给你就卖掉去换美金，换美金你就放在现在台银、土银还有，第一银行、华南银行都拿回来了嘛，彰银也拿回来嘛，彰银政府也拿回来了，他差一点卖给台新金不是吗？
台新金亏掉快200多亿哦。因为那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个讲起来可能要好几个小时，这个我搞经济的就知道了，因为保险法，所以有保险的现在我也在摸了一下，很多朋友知道的保险要怎样，我说你受得了，因为他保险的借款哦，担保借款是6%嘛，你受得了快接近的时候再借出来换进啊，何苦赶快跑啊，对，不要给太多人知道啊，对，那出来钱领出来了，领空了，因为他空的，他都空的，因为他现在身上为什么还在营业？因为主要是新台币，新台币，中华民国，我相信他是有偷偷在印，差不多30兆。各位，为什么你的车子会贵？会什么东西都一直涨，一直涨，摩托车也涨，什么都涨，油电也涨，就是他印30兆的新台币在台湾。因为它不是国际币啊，国际币值啊。汇丰哦，你要招谁都可以了，因为它是国际性的。啊，你最好是花旗啊什么的，花旗银行、台湾银行，台湾你不用啊，你就拿着新台币去台银的柜台里面说：“小姐，我这个要存那个美金。”你给我一个美金账户，啊，我存进去，有一笔手续费，一点点而已，几千块，看你金额多少，他有一个 percent 嘛，千分之几一个手续费给他，你就那个账户就是美金。啊，老伯吼，你收万门，主你我就叫人。一次领，现在没有了，没领光了。去年年初就领光了，他就宣布，劳保局就宣布啊，他组织条例什么都会出了。劳保，劳保你现在能够就以后我们民政委要接啊，对，会接，啊你来不及啦。现在不给你一次领啊，你有一次领的话就 OK 啊，他不给你了，去年四月吧就没有了，前年我叫朋友很多人去领了、啊、一次领亏一点了，续签名是吧，健保还是要缴啊，那以后也是接的啊，公民年金年轻的就不要缴了吧，难道我也要缴啊，我也不缴啊，老要缴啦、啊、年轻人就不要缴了吧，我年轻人我叫 都叫他们不要缴，老保还是要缴啊、哦、还是要缴、哎、没有缴给你断卡你怎么办，万一你有什么状况的话，那个，嘿，啊，看以后怎么接啊，哦，哎，因为你反正你是台湾人的话，我们就会有一些保障，啊、哦，比较多的保障。已经破产的啦，摆什么烂，已经没有了，新台币已经破产了，已经破产了啦，时间到了嘛，好，谢谢。